国游配合马来西亚第55届国庆日、大马日和即将来临的马来新年，推出了国游首部网络短片，并于8月13日在吉隆坡阳光广场内的国游画廊举办短片推介礼。国游画廊内也同时展示了国游主办的 iArtU Malaysia 活动中200名学生们表达爱国之情的绘图。活动也邀请到国游企业事务高级总经理梅丹阿杜拉主持开幕。观众在欣赏完国游的短片后，梅丹阿杜拉就被邀请到台上进行 iArtU Malaysia 的开幕仪式，亲手把颜料涂抹在画板上。梅丹阿杜拉在和众人观赏完学生的作品后，即在另外一处召开小型记者会，并播放另外一处即将在网上播出的国游短片。